没事。那我先回房间了。晚安。宋安乔，擅自闯进我的房间，你想走就走了？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罚你坐在那儿，等我睡着。
我哪个都不选。夫妻守则第十五条，妻子必须每周陪丈夫洗澡一次。没有这条。现在有了。我来了。难道喜欢我也是没有理由的吗？后面可以吧。你干什么？我突然生气了。你生什么气啊？你昨天冤枉我，我越想越生气。我那不算是冤枉你，谁让你跟那个女人搂搂抱抱的？你干什么？我是不会跟你一起洗的。不行，我不洗了。楚飞宇，你个大流氓！既然你那么在意我跟其他女人搂搂抱抱，那我今天也要你自己试试。3899条，丈夫，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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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不不不，你继续说啊。宋万乔，耍小聪明，可是要吃大亏的。我对你失去兴趣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小心。你要克服他。我的事情与你无关。楚飞宇，
我数到三，回家就算了。反正你是个言而无信的女人。三、二。老，你老公是死了，还是进监狱了？喂，你是死了吗？打了你这么多的电话，你都不回一个，你现在翅膀硬了，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？谁的电话？我妈。飞燕不在你旁边吧？开扬声器，开。怎么不回答？装死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装死是没用的。你现在嫁入了豪门，做了阔太太，就不管我们母子两个人的死活了，对吗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你现在立刻跟我回家，要不然我就找到你工作的地方去。咱们的日子谁都别想好过。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啊？多少？
你是我亲生的，你会这样对我吗？你还想卖我鼻子窝子胆？飞月，飞月，我妈在跟我闹着玩呢。今天的事情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你刚才也说了，宋安强不是你亲生女儿，我会再给你20万。但是以后，你要是再敢联系，我就让你把那2000万全部给我吐出来。跟我走。妈。谢谢。知道那个女人不是你亲妈，你应该庆幸才是。话虽这么说，可毕竟我是她养大的。宋安强，我想吃鱼。你看什么？主管，看鲨鱼怎么样？宋安乔，我对你的怜悯之心是有额度的。那我们不去水族馆，我们去菜市场。闭嘴。陪你吃鱼片粥已经是我的极限了，你再得寸进尺，我先把你吃了。好好做饭，要是再敢捉弄我，我就把你扔到水族馆去喂鲨鱼。我去做粥，粥快糊了。又想吓唬我，上次还说要把我送去非洲。说，谁的电话？骚扰电话，不用回了。你不好好吃饭，你都气死我吧你！大人，您来了呀！卢少辛苦了吧？快坐这儿歇会儿。来，这是我专门给你泡的百香果茶。佳琪，以后还是叫我安乔吧。店长大人，沈老师，沈先生。沈先生，沈先生，您看，现在安乔已经是我们店的店长了，我们这个店是不是还缺一个副店长呀？佳琪，你们店一共也就2个人。
我想和安乔单独说几句话。你先去后厨准备一下今天的东西好吗？好的。这两个人一对一付不是刚好吗？安乔，上次有些话我没有说清楚，我一直在等个机会。沈老师，你记得检查，然后佳琪，你听到了吗？好的，店长大人。
我说店长大人，这勾引别人老公做小三这事儿，咱们可千万不能做呀。就这样被人家老婆找上门，这脸可往哪儿搁呀？夏佳琪，你给我站直了。怎么了，店长大人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咱们公司规定，店长有权根据考察情况对店员进行处分。你的人品我就暂且不提，经过我一天的观察，你的业务水平一般，工作态度也不积极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宣布你从正式员工重新降为实习员工。经过三个月的评估，如果评估不合格，你将会被辞退。你去忙吧，这里暂时不需要你。安乔，安乔，你没事吧？沈老师，既然你也已经结婚了，我想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更清楚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的，我和他没有什么感情，这就是一场商业联姻而已。婚前就约定好了，婚后两年就离婚。可是他精神出了问题，还经常犯病，我也控制不了他，所以才会。您不用跟我解释，您和您妻子之间的事情。你好，这是您的快递，麻烦请签收。因为是特殊物品，所以需要拆开验收。我不是本人啊，我不能签收。没关系，您只要拆开确认物品无损坏就好了。哦，好吧。好，谢谢您。宋安乔，轮休日你还来上班？你就这么缺钱吗？你那有钱男朋友不养你啊？他不是我男朋友。哦，那也是，毕竟以你的条件也不怎么样，要是我也看不上你。哎，宋安乔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转什么呀？哦，宋安乔，你怎么回事？不能看着点吗？经理你快来，你看宋安乔出什么事了。对不起，经理，我不小心。经理，宋安乔他把店里唯一罐奶油给打翻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你今天不是休息吗？你好端端的来店里干什么？你说现在怎么办？经理，北海牧场的奶油全市的糕点店都是一大早去抢的，过了八点就没货了。这要是没有奶油，咱明天就得歇业了。我想想办法吧。宋安乔，你把这里给我处理干净了，明天要是店里歇业的话，明天你也不用来了。哦，经理，我哥也在北海牧场，我让他想想办法看看。好，幸亏店里有你。
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淡奶油到了，谁来拿一下？葛总，您不是北海牧场的葛总吗？您怎么亲自来了？之前在宴会上远远的看到过您一次。佳琪，你简直就是我们艾森甜品店的大救星，不像某人，简直就是惹祸精。好，谢谢葛总。哎，葛总，您坐，您坐。宋安桥小姐在吗？我是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宋小姐，奶油给您送来了，不知道有没有耽误您的使用。宋小姐，千万别跟我客气，为您办事是我的荣幸。谢谢啊。那就先不打扰了，告辞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经理啊，今天实在是对不起。没有，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？是我们这个店太小了，弄撒个奶油什么的太正常了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对啊，对啊。我有责任的，不能全怪安乔，我不该将奶油放那么高的。爸，来了，安乔，我出去一趟。奶奶，哎，安乔来了，来来来来，这边坐。来来来，让奶奶看看。哦，奶奶这两天心里啊，可一直惦记着你们呢。嗯，骨盆不宽不窄，小肚子又平又软。嗯，不大不小，生了孩子。奶水应该没问题。奶奶，哎，对了，你们结婚得有一星期了哦。按说，奶奶，您放心，你别看他这么乖巧，平时精力足着呢，我们天天在努力。楚飞远，你胡说什么呀？哎呀，奶奶，我不是。你们两个没使用避孕措施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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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没有啊，不是，有有有，哎呀不是，奶奶，我们奶奶，我想去趟卫生间。嫂子好。你好，我想去卫生间，在那边。宋安桥，你给我站住！宋涛，楚乔，我不打女人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哥，你难道要护着一个小偷吗？宋安桥，我原本以为你只是贪财下贱，没想到你连这种事都做得出来。你在胡说些什么啊？你还不承认是吧？
你刚从家里出来。给你就是，何必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啊？人家都说人穷志不短，我看你是人穷手也不短吧？我没有拿。不是你啊？难不成是这包他自己偷的了？哦，对了，小偷可从来不会主动说自己偷了东西的。我没拿。楚飞远的妻子，容不得一丝污点。耳环给我。喂，120吗？这边盗窃案，麻烦派警官来一趟。哥，你报警干嘛？咱们自己的家事自己私下解决就行了。如果算窃拿了，上面会有他指纹，但是如果只有你的指纹，那个哥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这副耳环不是我的，只是跟我那副很像，我认错了。你确定？肯定不是我的。嫂子，抱歉，那个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站住！你冤枉他了，又打了他。还想走？哥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嫂子，你大人有大量，我错了，你就原谅我的莽撞行为吧。要不你也打一下？我对打人没有兴趣，让他走吧。你嫂子的脸是我的，要打，也只有我可以打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安乔，好久不见。沈先生，没想到您能亲自来我们店里啊，欢迎欢迎。苏安乔，别在那傻站着了。
沈先生，您开车来了吗？没开车的话，我送您吧。也行，麻烦你了。没关系。安乔，没想到啊，你真是我的大福星。以前是我太小心眼了，老是嫉妒你。我现在郑重向你道歉，希望你可以原谅我呀。咱们俩谈不上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吧？那咱俩以后就是好闺蜜了。你以后能不能帮我在沈先生面前多说说好话呀？我以后的前途可就都掌握在你手上了。咱们一起加油吧。安乔，你可别谦虚。要不这样，你要是觉得不方便直接跟沈先生开口的话，那下次只要你吃饭，带着我一起啊。哎，欢迎光临。妈，妈，咱们住的好好的，搬家干什么呀？我叫你过来，不是让你来教训我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觉得咱们这个房子完全够住，弟弟住在医院，平时家里也没什么人。够什么够啊？我女儿嫁了股市集团的总裁，像这种房子还住着，会被别人笑话的。你倒好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妈，别以为你做了楚家大少奶奶就可以指手画脚。要不是我，你哪里能够嫁到楚家去？这全是我的功劳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宋安乔，楚家给的礼金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现在已经是楚家的人，少掺和我们宋家的事情。妈，楚家的礼金咱们不能花，迟早都是要退回去的。难怪从小就没人喜欢你，原来你骨子里就是个白眼狼。我告诉你，早知道这样我就不生你，生了你也是帮别人生了你。妈，宋安乔，我跟你说，这2000万是我卖你得的钱，你要是敢跟楚飞也离婚，我就和你断绝母女关系。你说什么？把我卖了？你是说你把我卖给楚家了？这2000万就是我养育你20年的报酬。前面你说的没错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把你给卖了。
长明，关于这场婚姻交易，我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，麻烦详细告诉我，你跟宋家是如何交易的。楚飞远，你开始关心这场婚姻了？废话少说，我派人前去提亲的时候，这女孩的母亲竟然说2000万礼金可以和她断绝关系，所以说如果你不娶她，那天她妈妈碰到其他的有钱人，不管那人是脑满肥肠还是七老八十，只要给他钱，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把他女儿推出去。我和他签过一份保证书，一会儿我把电子版发到你的手机上。阿飞远，你来了。飞远，就你自己来的吗？别叫我飞远，我不喜欢不熟悉的人叫我名字。我听说你从我父亲那拿了钱之后买了套别墅。楚少爷，叫我楚总。你应该知道，你跟我父亲楚长明签的协议里规定，如果我跟宋安乔离婚，你的结婚礼金我可以全数收回。我知道我知道，我一直在劝他不要离婚，不要离婚。离不离婚是他的事情，别人无权干涉。或许宋安乔受到了某些卑鄙小人的威胁，他不敢跟我提离婚，可我不一样，我想提明天就可以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好日子我随时都可以全数收回。我今天过来就想告诉你，你明天最好跟他道歉。你在晚上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啊？不然呢？无耻！不能有任何秘密。你放开我！不放，放开你还要打我？我不打你。那你说，作为你丈夫，帮你换衣服、擦身体，这件事情我做错了吗？我不知道。那你是不是讨厌我？不讨厌。不讨厌。那就是……我没说，我什么都没说。你心里说了，我听见了。你胡说。我心里说什么了？你听见什么了？我听见你心里说，这个楚飞远
还算有点人情味。这个楚飞远或许还是个不错的老公。我听见你心里……你别说了，你没错。你现在能不能把我放开？当然放开你。我去给咱俩弄点吃的。你倒好别动。你脸怎么那么红啊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就是有点热。哎，对了，我上次拜托你跟沈先生帮我说说好话，你说了没有啊？哎，对了，咱们这次转正，沈先生会不会亲自来给咱们考核呀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要是他来给咱们考核，就凭你跟他的关系，咱俩100%可以转正。我真是运气太好了，有你这样一个好姐妹。嗯。妈，我没事儿，都过去了，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。嗯，拜拜。妈妈也来道歉了。嗯，宋安乔，加油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你回来了，你看我买的鱼，我去拿个姜。哦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了？谁让你买的鱼？说，谁让你买的鱼？是不是那些人派你过来的？啊！你在干什么？想谋害我，啊！是你害我！我怎么害你了？鱼能害人吗？楚飞远，你放开我！你弄疼我了！啊！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害我？楚飞远，你别乱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只是想给你做顿饭。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说不说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你要干什么？你做梦了。
今天下午在厨房的事，不是吗？我们需要互相了解。楚飞远，咱们离婚吧。安乔，安乔，王经理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王经理，我有件事想问您。嗯，您害怕鱼吗？鱼？我不怕鱼啊，我有个表妹很怕鱼，她说鱼长得很恶心。欢迎光临。原来是这样。安乔。沈老师，我是不是够准时啊？我马上就好。谢补吗？坐。安乔，在这里工作都开心吗？挺开心的。其实我最近正准备拓展新的分店，你有没有信心替我分担一些压力？沈老师，先谢谢了。不过我觉得我还不行，怕辜负了您的信任。安乔，在我心里面你一直都是最棒的。我相信你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。沈老师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不过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向前走。一点都没变样，真是个倔强的姑娘。沈老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你不能再随便挂我鼻子了。对对对，是老师我疏忽了，忘了咱们家安乔啊已经是个大女生了。走吧，我在旁边餐厅订了位子。好，那我先去换衣服。好。嗯。沈老师。安乔，没事吧？安乔，你知道吗？在老师心里面，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女孩。我这次回国，就是因为看到你的名字，我就鬼使神差的过来了。能够再次见到你，我真的好开心。很多事情埋在我心里好多年了，上次见到你之后，我回去想了很久，有些话我想告诉你。沈老师，其实我可以感受到的。桑乔，
能尊重一下我？我是人，我不是物品。安乔，沈老师。妈，我马上就去医院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妈，你们要干嘛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妈，救命啊！这在哪里呀？手好痛啊！我被绑架了！醒了？你是谁啊？你为什么绑架我？你快松开我！放开你也行。宋安乔，我给了你五天时间解除婚约，可今天第六天了。什么婚约啊？五天前。啊，你就是给我发短信的那个神经病。宋欢乔，我不管你用什么阴谋诡计让他逼我跟你结婚，但现在你最好主动去找他解除我跟你的婚约。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可笑了，我都不认识你是谁，我怎么和你解除婚约啊？而且你绑架我是犯法的。是别人把你绑了扔到我家门口，我好心把你送进来的。那你快帮我解开绳子，要不然我报警了。欲擒故纵，你就只有这点手段？既然我们签了合约，我想对你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，如果错了，你就懂了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是和你有婚约。想起来了？想起来了，我一定和你解除婚约。已经晚了。早这么说，
不就对了？如果你明天还没解决好的话，而你又被人绑到我家外，那时候我不一定能够帮得了你。你可以走了，记得你的承诺。什么人啊，莫名其妙。妈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打了你那么多电话都不接啊？快点来医院，找你有事啊。妈，你不和我商量就随便将我嫁了出去，我怎么能和一个根本就不认识的人结婚呢？我不管。我也不管。你敢？你迟早就要嫁人的，反正要嫁人，找个有钱的人家嫁了不好吗？可是我……可是什么可是？早点嫁人，帮家里还债，不可以吗？你弟弟现在是植物人，看病治病，欠了好多债，难道不需要还吗？你怎么光想着你自己啊？可是我毕竟是你的女儿啊，你这样对我，你有这个权利吗？妈，你简直就是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了这么大，还供你读书，你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吗？你真的是我。你把事情解决完了。那个，对不起啊，我回了家才知道，是我妈瞒着我和你们家订了这场婚事。抱歉，给您添麻烦了，对不起。宋安桥。你可以对我为所欲为呢？你想干什么？我们既然是夫妻了，我就行使一下丈夫的权利。你想离婚，我得证明你是我老婆。宋安桥，你这套欲迎还拒玩得很不错嘛。我不会病犯吧？没事，我一会儿就好了。跟我来。
婚约了吗？宋安乔，我发现你不当演员真的可惜了。不过既然你想玩，我奉陪到底。我没有，我是真的想和你离婚。那你去找那个人说吧。我打不到。楚先生，我刚才不是故意骂你的，我刚才是在做梦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真是不知羞耻！明明是你自己昨天晚上喝醉了，还赖在沙发上不走了，你还把我……我的耐心是有限的。我只是在这里借住了一晚。我看你。为什么我每次从这里出来都要这么狼狈？那个楚长明又是谁啊？我听说他在你那里住了一晚，看来你是接纳了他。半个月后婚礼照常进行。他住了一晚上是不假，但是你的阴谋诡计休想得逞。我不管你什么想法，总之这婚你不结也得结，这人
不娶也得娶。宋安乔，你到底是谁？佳琪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宋安乔，我怎么感觉我是来给你干活的呢？我这都忙活半天了。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出了点意外，耽误了。跟你讲，像你这样的外地人做什么都是要拼命的，如果因为你的原因影响了整个店的业绩，你是要负全责的。我这不差一分钟还没迟到吗？宋安乔，我就跟你明说吧，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工作，马上就要转正考核了，我可不想被你拖了后腿，以后注意点。先生，请问您需要买点什么吗？跟我走。哎，宋凯干嘛？你不就是有个男朋友吗？看一会儿店长来了，你怎么叫的？楚飞远，你放开我！闭嘴！嫁给楚家等我实习转正，就有能力养活你和弟弟了。妈妈一把年纪了，怎么都能凑合着过完这一辈子。可是，你弟弟还年轻啊。这该死的女人居然又敢毁约。
您别听他胡说，这婚。他们小两口啊都住在一起了，你放心吧。您这一激动血压就上来了。肥圆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，看把你奶奶气的。我们对你没有别的要求，现在你奶奶就这点愿望，你难道还不答应？公司还有事情，我先走了，您保重身体。别演了，他走了。谢谢光临，您慢走，欢迎下次再来啊。宋安桥，能不能打起点精神来啊，整天没精打采的，顾客下次还会再来吗？对不起啊，我刚刚在想事情走神了。要是我们每个人都跟你似的上班时间想事情，咱们这店还开得下去吗？对不起啊。我跟你讲，做人要有自知之明。你看看自己那样活生生一乡下人的样子，人帅哥凭什么看得上你啊？他最多呀就是图个新鲜跟你玩玩，说明别的你就别痴心妄想了。你什么时候下班？你干嘛？东西还没卖完呢。宋安桥，上次经理可说了，你要再在上班时间私自外出，明天就不用再来了。你把这里所有东西给我打包了。哦哦，好的先生，我看看有没有足够的打包盒啊。宋万桥，你已经下班了。隐隐是对的，不容反驳。楚飞远，你是小孩子吗？这分明就是一份不平等合约，我为什么要给你签这样的东西？你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还这2000万吗？宋小姐，我是个商人，不要用这种遥远的期限给我做保证。我看你是想一辈子来赖账吧。楚飞远，你能讲点道理吗？一天时间2000万，我根本就还不上。那就签字。你明明就不想结这个婚，为什么要让我签这个夫妻守则啊？你说呢？我说你结婚也不想结，离婚你又不签字，你分明就是神经有问题。你干什么？我忽然想起我对你做什么都是合法的。既然你什么都不想签，那我也不必对你太矜持。我签字。我签好了。合约拿去备受，3天之后举行婚礼。什么？婚礼？
这哪里是一份夫妻守则啊，分明就是一个霸王条约。哼，楚昌明，在我弄清真相之前，就先陪你好好玩玩。从今往后，你住这儿。飞远，你不能言而无信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不碰。我饿了，给我做饭去。早啊，我去上班。从今天起，我会送你上班。哎，不用不用了，我自己坐地铁去就行了。你已经是第三次违反夫妻守则，我不希望他有第四次。这也算啊？你说呢？算。下班之后我来接你过去，顺便找楚长明给点零用钱。其实我……你说什么？好吧。明明离甜品店还有一段距离，哼，这女人，难道嫁给我楚飞远是不可告人的事？算，小乔，明天我就给你账上转300万营养费。祝你们新婚快乐，早生贵子。也让小远他奶奶早点抱上正孙。哎呦，刚进楚家门就来要钱，还真是迫不及待了。楚乔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快跟你嫂子问好。嫂子好。哎，嫂子。你跟我哥认识多久了？半个月吧。嫂子，你这么厉害的呀，才半个月就能让我哥把你娶回家，真的是比狐狸精妲己还厉害呢。楚乔，你胡说什么？你上楼纺织去，今晚别吃饭了。我刚刚说什么了呀？还不能在自己家说话，真是。楚乔，出了趟国，长本事了是吧？我今天不教训你。宋乔，我们走。哎，哥，我跟嫂子开玩笑的。哎，嫂子，你家里是做什么的呀？爸，嫂子家企业肯定跟咱们楚氏集团有互补性吧？
我在一家糕点店做实习生，我们家没有企业，妈妈没有工作，在家照顾生病的弟弟。啊，嫂子，你家境这么惨的呀？对，那是要找一个有钱的人家才行，否则你一个外地来的女孩子，在这里混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啊？楚乔，给他道歉。哥，道什么歉啊？为你的混账话道歉。哥，你从小最疼我了，我刚刚说什么了呀？你非要让我道歉？别跟我在这嬉皮笑脸的，给我道歉。我不。他一个外地来的糕点店实习生，不知道使了多少下流作贱的手段才嫁进我们家，他什么身份呀，还想让我向他道歉？爸，你怎么可以打我呀？我刚才说错了吗？你为什么要让哥娶这种女人？这种外地来的穷人明显就是冲着咱们家钱来的呀。谁教你的这些混账话？你一个女孩子说话怎么如此恶毒？你怎么可以为了一个外人打我？你不是我爸爸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们的。你，安乔，你妹妹不懂事，我跟你道歉。我和她妈妈离婚以后疏于管教，让她在外面学坏了。哼，你总算说了点良心话。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不要怂，你越害怕别人越兴奋，知道了吗？你是我的人，我不会让你受任何人欺负的。早点睡觉，明天起来别耽误给我做早饭。楚飞远，你个混蛋！行李箱去哪儿？我去上班。我记得你今天轮休吧？
以后要是随意离家出走，打十下屁股。过来。你给我解释一下。我心里过意不去，所以我就趁你睡着的时候帮你。我是说这是什么？这是创可贴啊。你不说是创可贴，别人还以为我脖子上来大姨妈了。